历代君王均以为大业已江山为本，但我始终相信，大业者不是江山，是百姓。我主公与民公不同，他是汉帝之后末世英雄，哪怕天崩地裂乾坤毁灭，我主公必然殉天而死，断断不想。 身入敌，向刘表求回父事。18岁坐稳江东，第一仗就是赤壁交锋。你朕小30岁，但极有韬略。关羽之死，应该归功于曹操。